这个吧。孙老师，难怪你是用这个麦克风，用这个。这个了。这个是吧？好的。等了完了，然后我先把这个这个传上。哦，要跑特定是吧？Thank you.
大家请安静啊！今天我们学校的人文素质讲座有幸邀请到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我们国家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到这儿做讲座，请大家欢迎。孙老师是很忙的啊，来得很不容易。你看，今天早上在武大做一个讲座，下午在我们的乡村治理中心有一个讲座，今晚又在这儿来，是吧？所以我们在他很辛苦，我们再欢迎一次，好不好？非常高兴有他。其实这个不是第一次了，去年好像就讲过，但是呢，今天现在是第三场，确实有点讲不动了，我就还是试着来吧。后边能听得见吗？啊，没事没事，因为这么多同学站着呢。那么今天我讲的题目呢，是协调利益关系，优化社会结构，也就是想把这样的一个角度对和谐社会的一些思考向各位同学和老师做一个汇报和交流。没事我就这么拿着。这是我的这个联系的方式，还有这个一个博客，就是有的讲的比较简单的地方，不太明确的地方，可能有的在文章当中要讲的稍微详细一点。
要发生高一个事件的时候，光临。我想今天谈这么几个问题吧。我想首先来谈谈怎么来理解和谐社会。我就不按照这个课件来讲。大家都知道，在最近这几年的时间里，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的关于社会发展的一些新的理念，从比较早的三个代表，到这个后来的科学发展观，然后到和谐社会，再到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那么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这样的一些理念实际上是代表了我们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思路的变化。这样的一种变化呢，现在应当说仅仅是一个开端。那么在未来的假如说5年、10年的时间里，可能我们会能够更深的来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发生，包括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的思路、基本的目标的变化。问题在于怎么来理解这些理念。有的同学可能会说，这有的已经都讨论到8百遍了，说还需要谈这些理念的本身吗？我觉得还是需要。为什么？我讲一个例子。这个去年一个什么时候忘了，可能去年年初的时候，一个市，而且是一个直辖市的市委的领导同志，请几个人去座谈这个市构建和谐社会的这个想法。开始的时候呢，市里领导就把这个市要构建和谐社会要做的一些工作大体上做了一个介绍，从经济发展到城市规划，从弱势群体到社会保障，从文化教育到卫生医疗，要做的这些工作大体讲了一遍。这个会呢也不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会，大家就在那儿闲聊，因为不太正式呢，后来我就问了一句话，我说如果今天开的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这个座谈会，而是说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座谈会，我是市里领导要讲的工作还是这些？想想他说事儿也还差不多。我说如果假如说也不是科学发展观，也不是和谐社会，是落实三个代表的这个会，我说讲的会也还是这些？他又想想其实也差不多是这些。所以怎么来理解这些理念，这确实如果是每一个理念提出之后到了实际工作当中都还是这些事儿，那么为什么在一个理念之后又提出另外一个理念？所以这样呢，我想对于这样的一些理念，可能我们面临两个东西，一个可能要掌握它的丰富的内涵，另一个方面我们要看到它的侧重点，它的重点是在什么地方。下面谈谈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觉得最重要的这样几个理念，我们理解是这样的。虽然每刚才我们说每一个有它丰富的内涵，但它的侧重点，它提出这个理念的背景，它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那么三个代表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我觉得最主要的，它要解决的是党的定位和合法性基础的问题。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在三个代表这个概念提出之前，这个理念提出之前，有一个问题啊，曾经在内部讨论了好长时间，就成为一个话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关于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的问题。因为你革命党的时候，说我代表工人阶级，那么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但是
你到了成为执政党，成为这个整个社会的管理者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已经不是永无人境，还有其他的社会力量，你跟这些力量是什么关系？所以桑代高觉得他最主要的是通过来理顺这个党和社会当中各个主要社会力量的关系，来解决党的定位和合法性基础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应当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最近这些年，一些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不断的增加，老百姓的不满的情绪也在增加。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可能这个问题解决的不好。这个当中为什么解决的不好？我觉得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这个代表的问题。那么随着市场经济趋向的改革，利益越来越多元化，社会结构也越来越多元化，社会利益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不同的主体还是有不同的利益。那么这些利益有一致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但是这些对待这些利益，我觉得需要有一个新的一个思维。多少年来，我们只要有一个东西是对立的、矛盾的，我们总要分一个对错，一定有一个正确和错误之分。但是利益的问题不是这样，利益的问题它只要合法的都是正当的。所以在利益的问题上，可能互相对立的双方没有对错之分。我举个例子，股市当中有多方有空方，多方总愿意股票涨上去，空方总愿意股票跌下来，你说谁是正确谁是错误？没有正确错误。然后房地产市场当中有卖方有买方，那么卖方的总愿意房子越贵越好，买房的总愿意房子越便宜越好，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误？没有对错之分。这样一个利益多元化，但是这些利益它本身可能是矛盾的、冲突的，但是又是本身就可能都是正当的情况下，这么才能代表。你是代表多方还是代表空方？你是代表买方还是代表卖方？实际上我觉得我个人的看法，什么叫代表？代表就是协调，但是这种协调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才能实现，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它要解决的问题和三个代表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它要解决的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问题。因为我们经过了28年的改革开放，现在的经济社会条件和改革开放之初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社会发展模式的问题就到了一个需要转换的这样的一个时候。那么开始的时候，科学发展观还比较虚，但是通过去年年底15规划明确提出转变增长方式，我觉得这个问题开始逐步的明确起来。第三个问题就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人们也讲了很多啊，20多个字，如果让我们跟理论家来论证说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这都没错。但是我觉得它的重点是要解决社会当中的利益关系的问题，是要协调利益关系，解决或者至少是缓解由于利益关系的不协调带来的种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我们
看一下现实的生活，就能够看得出来。我们现在很多的矛盾社会问题，往往都是和利益关系、利益的关系的不协调联系在一起。我记得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最早提出来之后，各省的一把手都有一个公开的表态，我大体上也看了一下。当时我看江苏省委书记李延超同志的理解跟我比较相近，他说和谐社会最关键的是利益关系的和谐。所以这一年这两年的时间，可以在类似像今天的场合或者各种会议上，至少得在100次，我一直在讲这个问题。和谐社会它的关键重点侧重点应该是解决利益关系的问题。这一次呢，六中全会决议更明确的把这个问题明确下来了，就是构建和谐社会，重点要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是最关心最现实最害怕什么罪的呢？这个利益问题。所以这次呢是把它明确下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几个理念呢有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所以这是我对这个的一个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理解。但是呢在六中全会之后，有一些朋友也纷纷的下去搞调查，就发现这当中其实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这个和谐社会能不能落在实处。那么我们中国有多少年有一个习惯，就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是个框，所有东西都往里装。刚才我说的把所有要做的事情往新的东西里一装就上完事了，然后过几年之后这个东西泛化虚化成为一个牌位挂在那儿，没有任何意义。而和谐社会这样一个东西，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更为突出，更为突出。为什么？我觉得最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我把它叫做宏观逻辑与微观机制，就是这个调整利益关系这个道理。我们从全国来说，整个国家来说，整个社会来说，一说就能说得通。但是在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层面上能够说得通的道理，在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不见得说得通。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要好好保护这个环境，要节约使用的资源，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说这道理说就说得通。但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对不对？这个和谐社会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和谐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很容易成两张皮，因为现在可以说我们仍然处在一个经济的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一个道理，这个没有过时。但是如何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又构建成和谐社会，这两个究竟是什么关系？刚才我说让理论家来论证他可以论证很全面，而且这个关系理论家来论证，他给你论证的说两个是完全一致的，完全没有矛盾，对吧？但是理论上没矛盾，理论上很容易一致，到实际工作当中很容易不一致。在实际工作当中不花钱的时候很容易一致，你需要花钱就很容易不一致。你比如说财政有5000万，究竟是搞农民的医疗保障，
搞基督教的，还是上一个项目，这时候就容易不一致。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落实，怎么才能落实？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然后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解决的问题很有限。用政绩指标去考核，这里必须我搞和谐社会，能不能起什么作用？能起，但是仍然很有限，尤其是一个从外部强加的东西。所以最近这两年的时间，我一直在讲一个问题，就如何我们形成一种微观的机制。这种微观的机制，实在要让提的问题能够统一起来。那么这个微观的机制是什么？就是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那么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最近这段时间经常跑一些地方政府，我也曾经对几个我比较熟悉的市委书记、市长问过这样的问题，我说你说良心话，你关心老百姓的收入有没有关心上项目那样关心？他说听真话听真听假话，我当然听真话。他说市委书记说没有，为什么？这你怪官员，怪地方政府吗？我觉得我挺不认同。在什么地方？在于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度安排，这个制度安排税收，税收。我们现在税收的特点是什么？是所谓生产型增值税为主。也就是说，我们的税收，我们的财政收入，主要是产生在生产的环节上。如果我们把整个经济活动分成几个环节，生产的环节、流通的环节、消费的环节，假如可以延伸出一个财富的环节，我们的税收主要产生在生产的环节上。这样，谁有生产的环节，谁就有税收，就有财政收入。谁能够带来生产环节呢？资本，资本家。所以，为了带来这个生产的环节，那么他必然要把屁股坐在第一边。所以前天晚上我们可以看到，河南的一个市制定一个特殊的政策，凡是投资超过5000万的，在这里一般的交通违章不许追究，警察要追究了，还要登门赔礼道歉。对，然后这个时候你想，如果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在政府的心目当中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投资环境的恶化，对吧？工人的工资越低，似乎投资环境越好。这时候发生劳资冲突了，政府会站在哪一边？无疑会站在资本家一边。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如果这个税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是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它的税收主要是来源于消费的环节，这个时候政府会关心什么问题？他要关心我这个地方的消费的总量，消费总量取决于老百姓的购买力，老百姓的购买力取决于老百姓的收入。那么也就是说，老百姓的收入越高越多，他的购买力越强，他消费总量越大，政府得到的税收财政收入越多。这个时候大家想，他会关心什么问题？会关心老百姓的收入。这个时候如果再发生劳资冲突，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政府会是一个什么态度？我完全可以想象。所以这个时候你想让他不关心老百姓的收入都不可能。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微观的基础。这样的一个税制实际上
和我们社会生活当中很多的问题都相关。我们社会生活当中这个很多的地方不和谐不顺畅，在那别扭的，和这样的一个资源，因为税收是一个最基本的资源的收集和配置的一个机制，税收财这个税收和财政啊，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和它有关。我再举个例子，我们过去很多的地方搞地方封锁啊，前些年在一些地方经常可以碰到这种情况，马路上设卡，你那块的啤酒不允许卖到我这边来，马路上就得拦下，地方封锁。这个地方封锁哪来的？税局。为什么？你可以想象说，假如说长沙生产的一瓶啤酒啊，假如说我们先说一瓶啤酒总共能产生3毛的税收的话，我们可能2毛的税收是产生在生产的环节上，1毛是产生在流通的环节上。那么这样的一个税收的一个分配税制啊，我们可以想象会找到一个什么结果。假如说长沙生产的一瓶啤酒卖到武汉来，武汉把它喝掉啊，那个长沙生产的一瓶啤酒卖到武汉来，武汉的市民把它喝掉，这个税收将会是怎么分配呢？生产的这2毛留在了长沙，流通的那个1毛1+5分，到最后的结果，我跟你们说，这个最后的结果是武汉的市民每喝掉一瓶长沙生产的啤酒，长沙市政府能够得到2毛，武汉市能够得到5分。这种情况下，他不搞地方封锁，可能吗？不可能。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实行的不是生产型城市税率，我们假如还不用说是消费型城市税，就哪怕这个税收在这几个环节上它分布的均匀一点，你比如说生产的环节1毛，消费的环节流通的环节1毛，消费的环节1毛，将会形成一个什么结果？这个时候武汉的市民每喝掉一瓶长沙生产的啤酒，就意味着生产的1毛留在长沙，消费的1毛留在武汉，然后流通的那1毛1+5分各得1毛5。这个时候大家想想，它的地方封锁的积极性和2毛5+5分的那个积极性一样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的问题啊，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啊，能够促进这个社会和谐的这种微观的机制，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第二个大的问题，我就想不按照这个来讲，我想来谈一谈，就是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啊。我们现在实际上关于调整利益关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人们是有着严重的分歧。这个分歧和我们如何来理解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有关系，而且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看，不但媒体上谈、学者谈、官员谈，甚至老百姓都会讲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都在谈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假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实际上我这个可以稍微再解释一下，公平和效率
老子说这两个概念就不构成一对矛盾，就不构成一对关系。但是呢，人们这么用，我们就按这么个说法，实际上他讲的应该是平等和效率的关系，或者我把它使得这个问题能够进行讨论，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把它具体化为不平等和经济成长的关系，贫富差距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实际上是在说这个问题，对吧？但是就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取决于什么？是取决于他所处的具体的背景。这个具体的背景是什么？是指在一个特定的阶段上，它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是什么？那么，由于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不一样，这两者的关系也就不一样。比如说，就拿中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的时间来说，在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资本的问题，一个是激励的问题。激励比较狠，问题比较好，简单，你拉开差距才能形成激励。我主要看资本的问题。那么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解释发展经济学当中原来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听起来好像废话，但是其实不是废话。他说一个国家为什么穷，就是因为它穷。这什么意思？前一个穷是指它经济发展慢，就是一个国家为什么经济发展慢。第二个穷是指它缺少资本，没钱。所以那个时候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制约因素。那么由于资本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因素，我们那时候就处在一个什么时代？一个招商引资的时代。谁能招来商，谁能引来资，谁就能发展。而贫富差别直接影响你国内的资本的形成、资本的积累。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假如说有两个人总共有200块钱，两个人来分，可以有不同的分法。这时候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就不一样。一种分法是平均主义的分，平均主义的分，1人100，这一个月过去，1人花了90，各省10块钱，把这10块钱存到银行变成储蓄，储蓄再把它银行再把它贷出去变成投资，变成资本。我们说这有了10%的资本形成，对吧？但是我们换一个办法说，不是这种平均主义的来分，而是收入差距拉得大一点，一个人50，另一个人150，这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50这个人，我们肯定知道他生活得很艰难，但是呢，他糊弄，这一个月就过了。这150这个人呢，比原来生活肯定要奢侈一些，假如说原来每次吃饭还不喝啤酒，现在还在每次吃饭再来瓶啤酒，他就花了110，但是他还能剩下40，他把这40块钱存到银行，然后这40块钱由储蓄变成贷款，变成资本，变成投资，这样原来存的是20，现在变成40，这样资本形成的比例就提高了1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看贫富差距大一点有利于资本形成。然后按照经济学的解释这个资本多了就可以扩大生产的规模，增加就业的机会，那么穷人也可以从这里间接的得到好处，就属于涓滴效应，或者叫间接流向原来是人们是这么来解释贫富差距对这个
起重大的积极的作用。所以我们到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在重复到这样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在15年前20年前可能是对的，到今天已经不行。为什么？因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最关键的因素已经发生变化。如果说那个时候是资本、是激励机制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现在变成什么？更多的是需求和市场。大家现在还在校园里，对外边的情况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大家将来到社会当中多接触一些社会的生活，就会知道现在最关键的是需求的问题。假如说我听到很多人都同意这种观点，就说假如说你现在手里有个项目，你别的都不敢保证，就能够保证说它生产出来之后一定会卖得很火，市场会很好，现在去找一笔钱已经越来越不是难事，钱已经很好找，关键是你能不能为市场，能不能为你这个产品找到市场，它有没有好的效率。而且我们从大的数字来说，现在中国几大商业银行存贷差在9万亿以上，可能将近10万亿，也就是说人们存进去的这些钱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贷出去，可能将近有10万亿的规模。当然这也不是完全靠在银行里，它进行其他方面的投资，比如说买国债等等，但是这毕竟说明钱越来越不是问题。当然我不是说今天完全不重要，但是市场的问题、需求的问题比这个要越来越重要。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个因素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来看贫富差距对这个经济增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时候它主要不是通过资本形成，而是通过市场形成，对，通过需求的形成来产生影响。所以现在我们通常有一个说法啊，说两个二八开，这两个二八开说的有点极端，但是中国几大商业银行每年进行的储户调查大体上可以证明这个格局大体上是成立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20%的人拥有80%的财富，而另外80%的人拥有20%的财富。这个大体的格局虽然没有这么极端，但大体上差不太多。对于这样一个格局，人们过去更多的是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比如说这样的一种两极的社会对人们的不满情绪、对社会稳定、对社会矛盾、对社会冲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但人们很少去考虑它对经济增长成绩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现在的问题很明显啊，这个拥有80%的财富的这20%的相对富裕的人现在处于什么情况？是需求大体处于饱和的状态，房子有了，汽车有了，高档电器有了，只要不是为了投资，你不可能用50套房子、100辆汽车、1000台产电，对不对？所以它主要是正常的更新换代，但是正常的更新换代说它的需求是有限的。那么这部分人现在增长的最快的是奢侈品的需求，现在每年大约有300-400亿的规模，它增长得很快。但是要知道这300-400亿和国内的产品没
没什么关系，因为他要买车，他也不是买你国产的奇瑞、夏利什么等等啊，中华。去年炒得沸沸扬扬的山西的煤矿主团购20辆美国悍马，是吧？他买的是这个，所以和内需有什么关系？那么剩下那个80%的人啊，他拥有20%的财富，从理论上来说，他各种需求都有，房子需要不需要？需要。汽车需要不需要？需要。高档电器需要不需要？需要。但是就一下没钱。所以这样一个两极的社会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它造成的是结果。一端是有钱没需求，另外的一端是有需求没钱。在这种情况下，需求从什么地方来？市场从什么地方来？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恰恰就是这个问题。正由于需求的不足，我们可以满大街看，可以看到两个。第一点，我们满大街的跳楼价、吐血价、拆迁价，为什么？东西卖不出去。第二，我们每年啊需要这个，每年有如果能够维持8%、9%、10%的 GDP 的增长，我们需要有对外出口的30%左右，至少20%的增长。你必须高度的依赖对外出口，但是这个已经越来越难。为什么？你现在块大了，经过20多年的发展，你总量比原来跟原来不可同日而语。原来你一个产品占整个世界市场的份额是1%，假如说你增长一个30%，没关系，到1.3%，再来个30%，可能也是1.6%多啊，1.6-1.7%。你增长多少年问题都不大，但是我们现在的产品，很多的产品已经占到了整个世界市场30%、40%、50%，有的甚至可能到60%。照相机已经占到50%，服装、鞋帽、玩具可能更多。假如说你就占到50%的话，你想想还够你增长几年？每年来个30%，对吧？世界市场总的规模是不这么，它是变化很有限的。你今年占到50%，明年增长30%就是65%了。你再来个30%，80%几了，两年就到80%几了。你给别人还得留点缝吧，对吧？所以现在你就看，我们这段时间几乎经常有这样的各个国家向中国反。这个反倾销的这样的消息，原来还不单是欧美，现在已经蔓延到非洲小兄弟。这个前些天我看到一个材料，这个是应当引起人们警惕。最近去世的这个马季先生，这个年龄大一点，这个同学可能都没这个印象，像我们年龄大一点，我和吴毅老师会有这个印象。文革的时候只有几个相声还可以说，其中有一个马季说的叫中非友谊，这个大家在网上要一下就能下来，这两天上纪念堂了，到纪念堂了。那个中非友谊当时说的就是中国和坦桑尼亚、赞比亚这两个非洲国家的关系。坦赞铁路中国研究修的，还有医疗队也是主要是这两个国家。但最近赞比亚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赞比亚进行总统大选，因为它是一个议会民主的国家，几个候选人来竞争这个总统这个职位，其中的一个总统候选人在大选当中提出了一个口号，是什么？就是
抵制中国梦。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大选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口号正确不正确是其次，但是它一定得有民众基础，对不对？它得能够争取选票。那么这么一个和中国传统上非常友好的非洲国家，总统候选人能够把抵制中国货作为他的竞选口号，这说明这个问题啊，抵制中国货在他的国内的民众当中已经有了多么深厚的基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觉得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个社会现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制约的因素，现在就卡在需求和市场，而利益结构贫富差距，这个它恰恰是通过对市场的形成、内需的形成，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这个影响如果说在20年前，贫富差距是通过有利于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还能起到这种积极的作用的话，在今天我觉得它通过抑制需求和市场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消极的作用已经是非常的明显。但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的一些学者还是闭着眼睛重复到80年代的那些结论啊，一说贫富差距大一点对经济增长还是有好处的，我觉得这已经是完全一个没有分析的说法。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核心社会的构建，我们要干什么？其中的含义之一就是通过这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为我们的这个未来的10年20年啊经济的增长来奠定一种基础和动力。我前一段在网上曾经看到一个寓言性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啊，这不是我编的，是网上有人编的，网上还是我比较高人啊。他编这个寓言性的故事，我觉得非常的形象啊，但是又非常寓意很深刻。他就讲说，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有一个人来投资建了一个矿，他雇了100个工人和他采矿，每年的毛利是1000万。在这种情况下，他说有2种不同的可能。一种是这个矿主把这个毛利的一半，就是500万，每年把这个一半给工人作为工资发下去，100个工人500万，一个人1年5万，一个月4000多，对吧？那么一个月4000多，这应当说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收入了。然后呢，这个工人用这4000多的工资就可以娶妻生子，安家立业。在这儿他这儿娶妻生子安家立业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需求啊，比如说他需要房子，他需要这个商店，他需要饭馆，他需要电影院，他需要学校，他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需求。这时候这老板我们知道还剩500万，他就可以用这500万来进行投资，搞房地产，把盖房子卖给工人，开商店，工人到里买东西，开饭馆，办学校，开电影院，他就从这里获得收益。但是我们这时候都知道，这工人已经结婚了，工人已经结婚了，这个他就有太太了，对吧？有太太，这太太就可以在这些行业当中就业，家庭的收入又会增加，他的购买力又会增加，需求又会增加。他这样50年的时间过去，这个地方的矿被挖光，这块也就成了一个10万人左右的繁荣的城市，这是一种结果。那么另外的一种结果，同样是发现一个矿，同样是有人来投资啊，但是呢他只是把同样100个人，同样1000万，他只是把这1000万当中的10%当做
工资给工人发下来，每个工人一年一万，一个月800多，大家都知道这800多有比较低的收入了，跟现在不过，不可能用这800多去娶妻生子安家立业，是吧？所以这时候这工人就只能说住窝房，把最低的消把自己的消费压到最低。他这样的话他就没有什么需求，老板这时候剩900万，比原来多400万，但是你没办法在这儿投资，你盖房子卖不出去，那边还没结婚呢，对吧？你盖商店没人逛，盖饭馆没人吃，盖学校那没结婚呢，还是对不对？所以他就说，他一看满眼都是穷人啊，这时候就一个极富的人面对到很多的穷人。我的一个学生在山西一些地方搞调查，他就回来就跟我说，他说当地，他说的就是这样一个类似的情景。他说当地他只有两种交通工具，什么马车和宝马。就虽然有点这个极端，他说当地他说交通工具就这两种，那个煤老板就是宝马，一般老百姓就是马车，中间没什么波动。所以呢，这个老板一看周围满眼都是穷人，自己每年剩个900万也不安全，就只能把这个钱转移到外边去，比如说到北京买房子，是吧？然后他说这样50年的时间过去，当这个地方的矿快被挖，要这个地方的矿被挖完了，这时候老板带着提款走，工人要么流亡，要么难得为道，一个为常。这是网上编的一个寓言性的故事，但是我觉得这个寓言性的故事，这个寓言性的故事可以说非常形象地表明了中国的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两种不同的前景，以及这两种不同的模式和两种不同的前景和利益结构之间的关系。所以现在怎么理解和接受？人们需要不需要和睦相处？当然需要。需要不需要和大家一般人？需要。需要不需要说话有礼貌、和和气气？需要。这倒没错，但是我觉得关键不是这个问题。和谐社会一个要通过千方百计的努力去争取刚才的第一种，通过利益结构的调整、利益格局的调整，千方百计的去争取刚才说的第一种模式、第一种前景，而避免第二种模式、第二种前景。我觉得这才是和谐社会真正要解决的问题。这是第二个大问题。第三个大问题，我想谈谈调整利益结构与内需的问题。刚才说这个内需的问题是和这个利益关系、利益格局密切相关，而且是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这个社会在未来的10年、20年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和过去的20几年的时间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怎么来造就内需？我讲这个问题老实说有一个很现实的背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一些我觉得很危险的政策现在同样卷土重来，而这个政策它是以扩大内需的名义出现，但是最后可能恰恰的起的是相反的效果。我这里讲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今天写的一篇很长的一篇文章，当时呢这篇文章写了有12000字，12000字，就在我们
的这个大报，像《人民日报》这种大报发表一个两个版都没广告。这个当时我正在写这篇文章，在这里我也可以毫不避讳的说，我写这篇文章当时就是想在两会刚刚开幕的时候发，我就希望有一张大的报纸给我两个版，忙得扎当的。而且这个报纸呢，后来有一个报纸找我约稿，他就是后来他就把这个稿子拿走，是中央的一个大报，而且他们这个报纸能两会代表人手一份。我说哪怕只要有十分之一的人少一眼瞄一眼，就可能会影响这个讨论。但是呢，这个稿子就拿去了，拿去了之后，在他总编的手里压了有大约一个星期，后来打电话告诉我，他说对不起，还是不能发。他说为什么？他说我们这是中央大报，历史上会发过两个版的理由是吧？而且在两会这样一个敏感的时期，他发两个版的理论文章，无论内容是什么，都会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新风向。把稿子就给我退回来，退回来之后，把这稿子给了《南方周末》，后来《南方周末》把它发出来，但是已经晚了，两会都开完了。这篇文章讲什么？就是讲我们要汲取九十年代那次，九十年代末那次扩大内需的要求，要有新的思路。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现在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的问题，可以说已经至少折磨了我们将近十年的时间。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时候，曾经我们搞过一次扩大内需。但是不但效果不好，而且造成了种种的问题。而我们今天老百姓怨气最大的、不满情绪最大的这些问题，往往和这次扩大内需有关。而现在一些政策又似乎在转头重来，所以我觉得总结这个经验教训，避免这些政策的出台，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当时扩大内需的基本思路，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基本上是两个思路，一个是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甚至是不惜以赤字财政搞基础设施建设，这个思路本身没什么非议。世界上各个政府在面临着需求不足的时候，都会采取这种办法。但是在实践中，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的体制不行。我们这个体制，只要是政府大笔花钱，就一定是低效率、浪费，甚至贪污腐败严重。这一点非常的明显，大家就查一个东西就知道，查一下那次扩大内需的时候，在位的各省交各省市市区交通厅长现在在什么地方，就一清二楚，基本都在监狱。因为那次搞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修路。第二呢，这笔钱大量的投入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省会，尤其是省会以上的城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那么好处呢，是这些大城市变得日益的美轮美奂，包括我们武汉晚上灯也都亮起来了，对吧？说只要出差，省会以上的城市基本都漂亮了。但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而且通过这一次出现了一个原来中国社会没有的现象，就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差距大大。原来的差距主要是城乡之间，但它只要叫城，就比农村好得多。但是呢，从这个时候开始，一些中小城市
衰落得很厉害。所以这是啊一个思路，他的这个思路本身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在实际的工作当中会有问题。那么这次呢，跨栏内需，我觉得这个思路仍然会采用，但是这当中会有变，会有不变，不变是我们的体制，所以仍然会低效率、浪费、贪污腐败严重，这不会变化。有变化是什么？是资金的投向。这一次的资金会更多的来投入到农村和中小城市，尤其是农村。这就是从今年年初开始讲新农村建设的由来。新农村建设从什么地方来？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到一些地方，人们问说新农村建设，这次新农村建设有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中国的很多的概念，包括新农村建设、科学发展观、整治、软件成长方式，都是这样的一些概念。我说有点像旗袍。为什么像旗袍？就是你跟三年前、五年前比，它是新的；你跟几十年前比，它是旧的。这些概念都是过些年就重复一遍，过些年就重复一遍。它新农村建设跟三年前、五年前哦，多少年没提了，再一提好像是新的。但是两年前一旧，更远一点，早就提出过了。所以这些人们会问说有没有什么真东西？我说有，肯定有。为什么？就这个。所以这是一个思路。第二个思路呢，我把它叫赶储蓄出路。因为当时总共全国有4万亿的储蓄余额，所以当时这些学者和政府的官员就开始盯住这4万亿，说一边是内需不足市场疲软，一边你还存了那么多的钱，怎么就不花呢？你要花，这市场内需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于是来号召大家花钱，但是号召也没用，还是不花，就开始想招。第一招是什么？降低利率，连续7次大规模的降低利率，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由10%左右降到1.几%，然后再加上一个20%的利息税，说这时候看你还花不花，结果还不花。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还不是很富裕，这4万亿的存款大多是普通老百姓，富人还没现在这么多。他这个存款相当的一部分属于保命钱、应急钱，他存银行有利息，当然更好，利息高当然更好，但你利息低一点，你只要不到这钱，他就还存着。所以这次赶储蓄出笼也没赶出来，说好你还不花是吧？再想到就是学福利，首先你过去住房不花钱，我们搞住房基础改革，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它是在和这样一个背景有关系，搞住房基础改革，所以现在让你自己买房，这回看你花不花。然后小孩原来上学用不着花多少钱，我们教育产业化，这时候看你花不花，小孩都得上学了。然后小孩上学的同时你还得得病了，对吧？医疗市场化，那这回看你花不花。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学福利，最后再来一个涨物价，说这回看你花不花。从短期内看，这个
好像似乎可以刺激人们去消费去花钱，但是这个作用是在很短的时间才存在的。那么从稍微长一点时间看，它的作用反而相反，因为人们是存钱还是花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未来的预期。他对未来有了明确的某些的预期，他会放心的花钱。他如果觉得未来有了无穷的后顾之忧，他就会更加努力的去存钱。当你住房也改革了，教育也产业化了，医疗也市场化了，这个时候造成一个典型的心态是什么？我记得90年代末的那时候最典型，说听说要房贷，究竟需要花多少钱不知道，说小孩这将来这个上学的费用肯定很高，多少不知道，将来养老有人给没有人给养老不知道，到时候有人给没人治病不知道，无数个不知道，只有更加努力的去省钱，一边存着还一边在那说这点钱老师也不见得管用，但是呢有总比没有好，多点东西少点钱，对吧？于是全国人民齐存钱，存到了去年年底，就由90年代末存到了多少？14万亿，上半年15万亿，10月底158000亿，现在已经超过了16万亿。跟这个相伴随的是最终消费率进一步降低，消费对 GDP 就占空这空间，大家可以看，2000年73%，2001年48%，2003年40%，2004年37%，直线下降。所以现在到去年年底就存上了44万亿，现在14万亿比四万亿要多不少，现在这学校又开始，官员又开始盯住这14万亿。去年年底，今年年初，你看这报纸，大家收一收你就打一个储蓄，14万亿，你用收税已经收不下，大量的思想开始盯住这14万亿，说要把这个还是先鼓捣，怎么把这14万亿能鼓捣出口？但是我觉得这非常的危险，而且现在看这个措施也跟原来90年代末的差不多，学福利现在的福利也没剩多少了，但是呢北方还有一个福利叫这个福利拆款，所以这从去年年底开始，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福利拆款改革，这唯一剩的那点福利改革掉。然后发改委的官员学者啊，多少次发表谈话写文章，现在是资源价格进行改革的最好时机，而且这个资源价格的改革还光明堂皇，能够和科学发展观相联系，说价格提高了它就会多少了，有利于节约能源。现在接着就是水电油气全面涨价，目的是什么？还是赶这个储蓄出口？但是我觉得这非常的危险。为什么？我们要看到两点。第一点，这14万亿的分布是高度的不均衡。按照刚才讲的二八派这极端的一点的说法，那么大体上可以说，20%的相对富裕的人，也就是2亿6000万人，拥有了这14万亿存款当中的11万2千亿，剩下还有14000万人，他总共拥有的存款是28000亿，人均不到2700，2700在武汉还凑合，在北京最近一批开盘的房屋，武汉里面没有1万以下，大体这4个人的存款能够买1平米的房子。大体得10个家庭的存款能够买一个厕所，就这
点钱，现在还千方百计的把他赶出来。第二，这个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仅有对大多数人来说，他是养的，他的应急钱和保命钱。这个应急钱和保命钱，我们考虑到两点。第一点，我们的社会保障高度不健全。我们现在在城市，也就勉勉强强50%覆盖率。也就是说，在城市还有一半左右的人没有社会保障，更不要说农村。这是一。第二，现在中国实际已经开始进入老龄社会。老龄社会是50年代的人口生育高峰和70年代人口急刹车的结果。那么，这两个因素结合到一起，使得中国提前进入老龄社会。老龄社会的典型的情形，大家都会说421家庭，但其实比这个复杂。为什么？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医疗水平在提高，人的寿命在延长。大家想想，421家庭，假如说下边是最底下是一个2、3岁的孩子，他的父母应该是多少？30来岁，对吧？两个父母，他的父母是三十左右岁的话，爷爷奶奶应当多大？哎，50、60岁，就差60岁吧。4个，这一般是这个年龄的人还都活着呢。但是爷爷奶奶的父母呢，也就是80多岁，对吧？按照现在的经济和社会条件，80多岁没死光。所以421家庭上面还有。所以前一段在上海就发现了一个家庭，当然这是绝无仅有的，报纸上用恐怖的字眼来形容，叫8421，上边80多岁那八个整整齐齐还都活着。但是我们就说，我们把这个八，即使是理解成一个虚数的话，就是2都够你强。你想想，底下一个3岁的孩子，2、3岁的孩子，上边2个30左右岁的父母，上边4个60多岁的爷爷奶奶，然后这上面还有一个85的，一个90的，90躺在床上起不来，85的是出了门找不着家。然后所有的这些人当中有一半没有社会保障，大家想想，他仅有的那一点钱也想给赶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所以这篇文章当中我特别强调，防止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来扩大内需，防止用赶储蓄学生的方式来扩大内需，防止用造成未来产能过剩的方式来扩大内需。那通过什么？我觉得是要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通过利益格局的调整，通过广大人民群众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通过他的收入和购买力的实质性的增加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假如说不能够认真的总结90年代中后期那次经验教训，让这些政策卷走出来，我觉得后果将会是非常可怕，非常严重。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强调利益结构的利益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是第一，我就关了这个讲了啊。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我现在跟您来谈谈这个。现在是8:10，是吗？再讲一个问题。啊，对，好，我们现在来看，现在利益格局的问题。利益格局的问题，我们现在
必须承认这个问题在人面前。2002年的时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副主任叫鲁智强，他讲一段话，说按照国际通行的判定标准，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这是他第一次，一个副部级的官员用了这个概念，叫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叫很不平等国家行列。这个人我也认识，当时要退休，现在在人大常委会一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就是中国的官员都是快退休的时候。那什么叫很不平等国家行列呢？那么具体来说，我们现在的贫富差距，无论按照基尼系数还是按照收入分布来说，实际上只比世界上两个地方好一点，一个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个是拉丁美洲。现在我们要比西方发达国家要高，要比亚洲国家要高，要比苏东转型国家要高，凭啥？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但是现在我们这些学者千方百计的想去粉饰这种现实。最新的一个说法，最新的一个说法是说，最新的一个说法是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国情，所以西方的经济系统不能够轻易套用到中国这个国家当中来。国情在什么地方？城乡二元结构，所以应当城市算城市的，农村算农村的。北大的李以宁教授，中央党校的副校长李军儒教授都是这种观点，不止他俩，很多。但是我跟他说，这不行的，这完全是外行话。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同样就是一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你说你分开算别的国家怎么办？比如巴西，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到1.6以上，但是它的那个整个社会的不平等也有相当的一部分是由这个城乡差距造成。你说你分开算，人家巴西怎么办？你说你城乡差距大要分开算，有的国家说我贫富差距大，那我贫富也分开算，对吧？那最后就造成什么呢？百万富翁算百万富翁的基尼系数，千万富翁算千万富翁的基尼系数，乞丐算乞丐的基尼系数。那你是能把基尼系数算到最低，代表什么意义？除了自己蒙自己。这些同志啊，这些学者努力的去想粉饰太平，其实用意也是好的。为什么呢？他们主要两个担心。第一个是担心说过于强调贫富差距会不会冲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我想我们前面的道理已经讲得很明白，现在是贫富差距的过大已经对经济增长造成抑制，通过对内需和市场形成的影响，这是一种没有分析的说法啊。他们担心说那就会平均主义了，平均主义就会影响经济了，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80年代的一个思维。第二呢，他们担心说现在的老百姓已经有很强的不满情绪了，说你再讲贫富差距问题，基尼系数那么大，我老说这是不是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没有信心没有分析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个人一直是讲三句话。什么三句话？叫经济持续增长，政治基本稳定，社会保障突出。所以我们要有信心，
面对这些问题。当然面对社会的分析，这些找出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那么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不说仅仅要看到我们这方面的问题是严峻，还要看这个问题产生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今天我们至少可以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城乡关系、城乡差距，确实城乡的问题是造成中国整个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整个社会不平等的40%是由城乡差距造成的，也就是说城乡差距的贡献率对整个社会不平等的贡献率大概40%以上。城乡差距的问题我们讲了多少年，人们讲的有点疲了，包括文革前我们就讲啊，文革的时候就讲，那时候不叫城乡差距，叫城乡差别。讲的结果呢，是说好像人们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是城乡差距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比我们严重一点而已。当然我可以告诉你，绝不是一点而已。我们可以看几个数，现在整个世界上城乡的差距是大约1.5倍多，是吧？估计要稍微是对这个比较熟悉，大约1.57、1.58、1.59这样，到不了1.6。我们是多少？那我们中国的收入就有点受限，所以也就有几个不同的数，一个是3.22。3.22是指2005年，去年农村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农村居民人均实收入，城市去年第一次超过10,000块，农村是3,250多，两者相比是3.22倍，今年可能是到3.3，明年可能是3.4。这是一个数。第二个数，4.5倍，4.5倍哪儿来的？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包括湖北在内的几个中部省份进行典型调查的结果，但不是全国的数据，而且是前几年的，这4.5倍，这是一个数。第二个数，第二个来源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我今年3月份到国务院参事室讲课，其中有一个国务院参事，他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员，他是他们几个正在用模型来计算城乡的差距。这4.5是哪儿来的呢？是根据3.22来的。就刚才说农村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3.22倍，但是农村居民当中的人均纯收入有一部分是食物折合过来的，比如说你这猪养了一年它胖了吧，比原来重了吧，虽然还没卖它是钱吧，哎，你们家那院子里的树这一年也没闲着，它也在长吧，虽然也没卖，但是它也是钱吧。有一部分是这么折合过来，把这部分食物折合的部分扣掉，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农村居民人均纯货币收入，这两者之比是4.5倍，准确不准确我不知道，就是他口头忘了我的。这是第二个说法。第三个说法是6倍，六倍我这没仔细去找啊，可能性比较大的可能是我第一个说出来的，但是呢这数不是我算出来的，我写文章的时候是说没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表明城乡差距是6倍，但是这算上了狐狸的因素，但是我在
这次讲课也不是公开发表，我就可以告诉大家，也不是说为公开发表的人的成果表明，是我在吃饭的时候问的，但是我问的肯定是当时主管中国统计数据这个数字最权威的，不是第一位，是第二位。前一段是第一位，现在对。就是经常这个请开会的时候比较熟悉吧，我就吃饭时候就说，你告诉我们这个城乡差距究竟几倍？我也不说哪说的，他毫不含糊的说哪六倍。但是这时候我就没敢写，后来一个小会上，我就想这个书，当时那个经济学当中著名经济学家杜德莲先生也在，他说我给你补充一下。他说我们基本上换算一下，他如果把福利的因素也加进去，是5.9几倍，大家可以印证是6倍，所以这时候我才看写这个书，所以这样就有了3.22、4.5、6倍。那么现在就是把福利的因素加进去算6倍，这可能换算现在已经比较公认的一个数，说有比这高的更有。那么这个水平是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是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概念？可以说独一无二。我们去审查，比我们低的是哪个国家？因为查的时间比较长了，我现在有点记糊涂了，记不清究竟是哪个国家了。但是肯定是这两个国家当中的一个，要么是莫桑比克，要么是津巴布韦，反正肯定是这两个国家当中的一个，多少3倍，总比老二高一个。但是这个问题啊，严重的是还不在这儿，不仅这儿，6倍的差距，啊，这个我们知道，这已经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两个不同的社会。但是现在要面的是，他收入差距相差6倍，他要面对同一个市场，面对同一个市场当中的同一个价格，而这个价格是按照城市的收入区分，医疗的价格、教育的价格都是如此。所以这样，农村我可以知道，说农民越来越为什么越来越看不起。像我这个年龄呢，现在都有个印象，但是这个印象不见得是准确的，也没有自己研究，似乎现在的农民比文革的时候看病还要难。文革的时候我查了一下，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103块，也就是说文革的时候不到100块，你现在3255，这么比100块的时候看病还难，关键在这儿。教育也是如此，所以这是城乡差距的问题。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结构的分布，就是一个社会的结构，你看它能够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图形。这个图形今天下午我这里也有时候有些学生我就不讲，这里边其实内容它的含义非常丰富。但是我们可以看，第一个农业社会，第二个工业社会初期，第三个是一个现代西方社会，第四个是我们现在中国的，然后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你们一算说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美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贫富差距就比它还大，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是第四个，它是第三个，它这个是关键是穷人少，我们穷人多，它的主要的成分是在中间，我们主要成分是在下面，对吧？就这个，所以要这个问题主要是在这儿。然后我觉得我们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
可能会有一个感觉，说可能心里觉得沉甸甸，但其实我觉得也不必过分沉重。为什么？比较大的贫富差距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也没有到天就已经塌下来的程度。这个事情要解决也不难。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有的国家收入最高的10%的人，相当于收入最低的10%的人加上可能是相差10倍，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差距。但是没关系，交完个人收入所得税5倍，政府再把个人收入所得税，把这税收更多的用到穷人的身上，4倍多，3倍多，这事儿不就解决了？而且这么解决，大家也没看费多大劲儿，对不对？很容易就解决了。谁也没说调整利益关系就要绝对平均主义，由10倍变成5倍、3倍多、4倍多，不已经很好吗？这事情不就已经这么解决了？但是现在我们看，我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什么地方，就是缺少这种解决方式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这个贫富差距是失控的。我们这一届的政府，胡文这一届政府应当说对这个问题是很重视，包括和谐社会，今天我们讲包括这个重视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强调公平，强调收入分配的改革等等，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我们每年假如说年底我们要算一个账的话，这一年的贫富差距是缩小还是扩大？结果每一年都不是缩小，而都是扩大。这种扩大是在采取这一系列的措施，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发生的。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处于失控的状态。所以在这种失控的这种情况下，你说调节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拿什么调控？你调节什么东西？那么为什么会失控？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社会收入分配高度的分配不上。我们社会财富当中有相当的一部分分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稀里糊涂，分得清楚的只有很小的一块，大体上和我们的公司总额差不多，但是公司总额整只占整个 GDP 的12%。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要说明这一点，必须要算大账。我们现在很多的收入分配研究都是算小账啊，这个行业比那个行业多多少，那个单位比这个单位少多少，我觉得都是小账。关键是看一年我们这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这些财富都是通过什么途径、什么渠道、什么方式分给了谁，政府知道不知道？我曾经算过，2002年这个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这个可能还是我第一次算出来的。当时一些经济学家看了之后，他说惭愧，这是应该我们做的事儿。他没算。这个事儿我为什么能算呢？因为每年有一个政协副部有一个形势分析会，就是分析过去这一年的整个的这个路和未来的一年将会遇到的问题，基本上十几个学者、十几个部里的人。然后有一些主要部委的人在，可以把大体的这些数据可以大体碰一下，然后大体把这个算出来。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一年总共创造10万亿，初月的时候10万亿的财富，但是有4万2000亿左右分得不清楚、不明不白、不明不白。
至少政府不知道这个钱就在老师的手里，所以收入分配处于一个高度的非规范化的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调控这个收入的分配就成为一个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所以人们经常说，说西方有一句话，说你的收入你自己不知道，太太不知道，亲戚朋友不知道，一个地方领导是知道的，税务局也是知道的。但是中国，你的收入你自己知道，太太知道比你还清楚，周围的同事朋友估计得差不多，就一个地方不知道，国家不知道。无论是税收的调节，还是社会保障的再分配的调节，你必须以政府能够分辨穷人和富人为基础。谁是穷人，谁是富人，谁收入多少，因为你这调节必须得落实到人头。你税收不落实到人头行吗？社会保障不落实到人头行吗？你低保不落实到人头行吗？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没有办法分辨穷人和富人，没有办法分辨穷人和富人，这些调控的措施，特别是社会保障，又必须得落实在里头。比如说像低保，低保最终得落实在里头吧，不能说我这区有300人吃低保，但是我落实不到里头，那就是事儿，对不对？但是政府又分不清穷人和富人，对不对？就只能把分辨穷人和富人的任务交给街道了嘛，对吧？就是你街道居委会来定谁能够吃低保，居委会老大妈是能估计个八九不离十，但估计不算什么。我不能吃低保，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吃？老大妈说：“说我估计你家的日子过得还不错。”这能成证据吗？这能是根据吗？不行。怎么才能有点根据呢？于是就制定各种各样的，我看起来很荒唐，但是实际上是非常无奈的这些办法。人家还使用手机呢，说明不是困难户，不能吃一包。人家养狗，狗等于宠物，我们再养宠物。重庆市今年上半年就是有几百户就因为这两条被取消低保资格，大家会觉得这样的标准是多么的荒唐，多么的不科学。但是我问你，在整个收入分配这样高度非规范化的情况下，你给我弄一个比这个手机这标准养狗的标准还更好的标准出来，弄得出来吗？弄不出来。这已经是最好的标准了，最科学的标准了。这是我们收入分配的这个状况决定。所以我最近就是在讲这个尤其就是这个我最近一直在讲一个问题，就是调节利益关系的基础是规范收入，哪怕大一点，收入还大一点，我们都可以的。比如说，你是100万，我是5万，你那100万清清楚楚，我这5万也清清楚楚，然后。你按照100万的标准去纳税，我按照5万的标准去纳税，咱俩都纳完税之后，政府给咱俩一人一份社会保障。这种情况，他无论如何，他要比你究竟是100万还是200万还是500万还是50万，稀里糊涂。我究竟是5万还是7万还是10万还是2万，
心理不同，比这种状况要好得多。所以这个调节利益关系当然会涉及到很多的方面，市场当中的劳资关系、国家的债分配、债分配当中的社会保障啊、就业什么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已经讲很多了。今天我不想讲，我想讲这是第一个，就是规范化。第二，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的基础，调节利益关系，政策很重要，但是机制更根本。我们不能够仅仅把最近这些年来贫富差距的啊不断的扩大看作是偶然的政策和制度失误的结果，必须要看到在这背后实际上是不同的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越来越不均衡。有的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很强，有的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很弱，是这样一个东西的结果。所以我们在20多年改革的过程当中，我们建立了一个市场经济的体制，但是就像吴敬琏先生讲，我可能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也可能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好的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我原来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今天这样现在来讲这个问题。至少好的市场经济要有一个和它相配套的利益均衡的机制，没有就是原始资本主义早期原始积累阶段的那个现象，人是有一个社会，后来这个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这个利益均衡的机制还是逐步的确立啊，包括了表达利益、施加压力等等各种方式。但是我可以看从历史上看，你就有了这样的利益均衡的机制，穷人他也变不成富人，弱者他也变不成强者，但是他不至于太不像话。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至少在一些领域已经太不像话，就是因为缺少利益表达的机制。所以和谐社会我为什么一再强调政策很重要，但是机制更根本，就是这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什么是和谐社会，什么不是和谐社会。你太不像话就不是和谐社会，比较像点话的就是和谐社会，把这不像话的变得像点话就是构建和谐社会，对不对？这是有利益关系的。所以我们这个回到最后的主题，所以我们不是说仅仅说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说人与人之间一定要这么和谐，和谐关系要这么和谐啊，人与之间这个要这么和谐，这都是次要的问题。关键我们要通过这样一套机制的建立，我们要解决我们这个现在已经高度不均衡的这样一个利益关系啊，使得利益的关系能够大体能够协调起来。这个不仅仅是为这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所必须的，也是我们这个社会未来的整个几十年的经济的持续的啊高速度的发展所必须。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在和谐社会当中至少是当中最重要的主题。就讲这么多，好，谢谢各位。
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听我们听了你刚才的讲座，确实感觉蛮深刻的。但是我们现在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是2001年开始全国高校扩招嘛。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要打把中国的这种贫富差距的这种宽度缩小，就是打造一种橄榄性的社会。像我们这个是这批大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将来在社会上都有一种中产阶级的形式出现。但是现在我们大学生的毕业，快要从2004年开始，就业压力是越来越大，到社会上去不见得能拿到比较好的工资。况且我们这几年的投资，就是教育的投资和我们将来的收益相比的话，我们还属于一种劣势。所以这个问题的话，是我们这种教育体制的失误，还是我们这种社会没办法去冲击这种已经形成的这种可以说不好的现象吧？从你的角度能不能帮我们分析一下这种我们大学生比较关心的问题？这是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是说，刚才你讲的这个，刚才说的是回报吧，是吧？就大家将来，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情况，一个短期内你们肯定出去当中相当的一部分，肯定是中产阶层当中相当底层的部分，所以或者就是中产阶层小白领啊，是吧？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呢，这个将来对老白领的冲击也很大，在最初的几年当中呢。所以将来我就说中国中产阶层的这个事情怎么看啊？现在有一定的规模，但是这个中产阶层将来会其实工作高度的不稳定，职业的压力非常大，就是比你们大的这些，然后过几年他们面临着比他们工资低得多的小十倍的冲击。在最初几年，在你们刚开始毕业的时候，由于没有经验，工资低点也不见得能够冲击那些实习时间。但是经过3年5年，经验开始积累，又便宜得多。所以，哈哈，对师兄师姐，这个冲击将来会是很大。这是一条。第二条，我今天下午也在社会学这个社会学系上，这个我不同意。说扩招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大学生这个就业难的原因，为什么？这个我更加强调的是社会的时候造成的就业难，为什么？我这里就打一个形象的比方，不是说我不是国家分裂的这个意思啊，我还是打起来的例子。我是13亿人口，今年会毕业400万吗？就剩500万。假如说把这一个国家划成10块是一个国家的话，1亿3000万人口一个国家，世界上一个大国了。平均每个这样的国家大学毕业生不到50万，对吧？再分，甚至要是分成100个。分成100个，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分成100个1300万的这样的人口规模的国家。1300万的人口在世界上按照人口排名在60位以内，一个中等国家平均5万大学生，一个1300万人口的国家一年毕业5万大学生，就是说这说什么？我这里边要不是两个原因，一个产业结构，做裤子做帽子用了很多人，那这么多的大学生，这是事实。第二，社会高度的时候，机会资源都集中在非常有限的地方，所以这个你比如说美国的社会完全不一样，它有一个很有名大学可以办在一个偏远小镇当中。中国你想，你就业选择有多大？除了这几个大城市，对吧？和珠三角、长三角，所以呢，它我觉得是一个产业结构、社会的结构。我各国的不管不会由于这个扩招
当然得招的人数，那当然得少了，当然可能不会承认。我得一天招十个，那肯定是也不是一样的。但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这个。
满足这三个条件，我这就能看到。那么这样，我就找来找去，最后上这当中华也行啊，找来找去，找到一个东西，什么东西？所以我最近开始写的第一篇，这个零七年要连续写在写这个东西，就是暗箱操作，把它理解为一个模式，怎么解决暗箱操作？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解决中国的很多的现在的利益都和暗箱操作有关。大家可以看，第一，第二，解决暗箱操作，上下有动力。胡锦涛一看，连陈良礼这样的政治局委员都在暗箱操作，怎么控制这社会？老百姓受害也往往和这暗箱操作有关，所以上下有动力。第三，有钱。解决暗箱操作，我觉得至少是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从公示制度走政务公开和我们透明和公开的这个途径。第二，公开的过程当中一定在政治参与。第三个，规则化和程序化。所以我是把解决这个暗箱操作当做政治体制改革的起点，但这是我完全是自己异想天开的想法。孙老师你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市场换技术的。核心就是，其实就是2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很大成就，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支撑一个社会的这个动力具体并不存在。我们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的发展应该是有一个主体。中作为一个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社会中，一个很显著特点是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可是20多年以来，这么多年我们发展来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市民阶层。但是尤其是90年代经济学界提出以市场换技术，利用比较优势理论来发展中国经济，就是所谓的打工仔经济，是不是这一点限制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谢谢。这个我知道啊，这个问题我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讨论，但是我只是想讲这个问题的，看这个问题的方法的问题。首先，在我的这个写的文章当中，很少有市民社会这个说法。为什么？市民社会太笼统，社会也太笼统。所以今天我下午还在讲，就我最近想做的一个事情，就把社会结构这个概念带入到国家社会关系当中来。当把社会结构这个概念带入到国家社会关系当中来的时候，马上接着提出的问题就是：社会谁的社会？市民社会谁的市民社会？看完刚才的调查就可以清楚的表明，强者的社会发育的很快。你要是老板的话，成立商会，成立行业协会，既容易得到批准，自己又有资源。但是你作为工人，争取自己的利益，说维护自己的权利，我成立一个工会，是既没有可能，也没有资源。这时候，你想想这两个不同的部分，它的社会发育高度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我们用一个笼统的市民社会，用一个笼统的社会去概括，我觉得可能有点不好。孙老师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您的关于这个您刚才也谈到了这个说希望能够从这个税收的方面来改变这个贫富差距，对吧？但是如果是单单只从税收这个方面能够改变这个状况的话，我说假设这个能够成立，那么中国是不是只有这一个方面就影响到了这个方面的，就影响到了这个贫富差距这个方面？我觉得是不是还需要中国这个管理阶层是不是受了几千年的这个封闭的思想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文化是不是单单只需要移植外国的这个税收体制，
这两个同的根本上来改变中国的这个贫富差距。还有这个人质上，但中国这个就像过去封建社会一样，用人质上用人的制度上它很存在很大的，像您刚说的那个暗箱操作嘛，它就是那个人裙带关系一些如果还是把问题您简单概括一下，你要提什么问题就先不要问题了。我觉得想提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中国是不是只需要像您刚刚提到的，像移除西方社会的，比如说那个税收，把它重心放到那个消费的这个环节来，就可以消除这个贫富差距。然后还有一个，我们是不是应该从另外一个文化的方面来考虑这个中国这个中国这个政治形态？我就明白了。首先第一个，讲消费型政治税和生产型政治税，这不是讨论那个贫富差距的问题的时候，这是讨论它作为一个机制对政府行为的影响。文化的问题可能很重要，但是我文化的问题不需要很好的。我想可能每个人刚才说受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什么影响，它影响就影响了，只要能制度制度能够规范它，它影响的问题也不大。那这样，因为今天孙老师也是非常累了啊，那我们就今天这个就到此结束好不好？以后还可以有网上交流。哎呀，孙老师你真是辛苦。问题就是你觉得就是啊，就是。